Fail. Are you listening? Damn. Yeah. Yeah. Yeah.咩公安有啊？啊喺睇下機場度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咯，係咪咩有曬咩影曬啲相，有曬嗰啲身份證同咩信用卡定銀行卡嗰啲嘢啊嘛？跟住啲人上網揾揾到佢個名咯，但係咪真嘅？嗰個好似 Excel 定唔知乜嘢得啲字嘅，係咪賭啊？你賭幾多係咪？估？可能是又可能不是，因為那個 Excel 流流地，同埋揾唔到嗰啲咩公安證嗰啲啊嘛，有冇公安證呢樣嘢？淨係知佢係中國人咯，唔係香港人嚟咯。有曬嗰啲咩地址，就啲咩證，係咪話去打人？我都唔知喎，有冇話去打人嗰堆嘢啊？我琴晚已經 mark 咗點要去呢度，坐的士過去，住，的士喺度。因为上网我建议连登嗰啲起晒底话有影晒相咯，点解又咁？点样捉到佢？话带棍，佢哦捉到佢有警棍喺手啊！我唔知啊，你知啊？我未睇，点解佢会知道呢条友系咁啱？佢系咩串串供嗰啲？有人借抽住，点知俾人围嗰啲定点嘅？定系纯粹真系经过？佢同雷蒙德倾倾。家你真欠單嘅事，傾佢個先。雷蒙德嘅人啊，係咪有咩問題啊？關你事，唔使同佢傾啊。你同空氣講啦，佢冇已經唔喺度，佢幾日前已經走咗，再翻嚟咧，而且仲未貨金翻俾我。Didn't pay either. Damn newcomer. What about his room? 佢跟翻去邊啊？去揾下佢啲嘢，佢都應該會留低啲嘢，應該唔會啊。啲奇怪嘢，一堆壞咗嘢，你走去睇下啦，喺你隔離房啫。I found a debt letter from you at a crime scene. Can you tell me what it was for? 咪仔奸？哎，我點知啊？咩欠單咪點啊？你有好多嘅咩？係啊，好多外來人住酒樓貨金俾錢。Well, make a newcomer adapt for me to pay his debt. 係咪寫佢名？已經十單啊，好好笑啊，係咪啊 ？Indeed. 超乎超出我所料嘅。拜拜！好多人住酒店唔俾錢，十五張欠單，佢夾住你。好，翻去麗晶大賓館咩對面啊？講呢個產物知識
咁佢帶啲棍去上到飛機咩？嗰啲棍，嗰啲武器可以拎上飛機。我係講緊呢度。要等待的書，建造架台係救贖方法，一日復一日。佢冇毫無所圖地做嘢，不停搬石頭去避風港，係咪去嗰地方個土地？夜晚佢翻到屋企嗰陣，依然好難入睡。祖先漂洋過海嚟到呢度，等個教堂完工之後，傳教士會發現佢，我發現佢自己自殺吊頸自殺死咗，仲而且嗰本書仲等住某個人拎起佢。佢嘅屋企就喺老教堂路，又係呢條大街中間。即是洪災過後依舊沒人能夠住的地方。蘋果窒到爆，多人上網嘛，現場直播是窒到黐線的，這麼多人本身可能都不是快。有張紙仔，要追查這本書可以花很大力氣，在他從斯那個星星博物館那裡不見了之後，當地的一個外科醫生，我就是醫院那條友買了，而他本人就因為洪災而死，死了在屋企，偷偷地拎了咩走過去調查屋企嘅嘢，但係揾唔到嗰本書。不過仲有一個地方可能收藏住，就係呢個地方，你咪即係同一個地方，醫院大樓目前已經荒廢。喺銀行嘅書啊！和當地人交談從來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這個老爺又很奇怪，是最奇怪的一個，只要是關於書的事他都很想談，但是每當我想出錢買本書的時候就說笑著這樣說，我將書收在這裡最深嚴的地方，而且給了很多錢，為的真是這本書保存到世界末日的時候。如果那裡因為洪災而荒廢更好吧，以後都沒有人再來，你去找個地方收藏一些東西，沖爛了更好，那些人不會進去抄東西。我估計他的意思是將保存在家裡，放在那間廢棄的銀行裡面，具體位置在這裡很危險，如果一條人去很危險，即是有怪物啦，我想說很多直播我已經看到，又有立場啊咩嗰扎一扎，平時定睇開嗰扎都去機場。今日又冇話咩六點嗰啲危險嘢啦，係嘛 ？Makes this place feel more like home。哇！又有落毒嘅教授，這個地方嘅大學失去咗一個尊敬嘅教授，藥房生物化學教授叫嘟嘟嘟博士，佢已經證實係造成多單死亡事故嘅罪魁禍首。這個瘋狂嘅教授似乎連續毒害了很多無辜的人，學術界不為之震驚。雖然他在一些同事認可他有料，但這些事情都是犯法的。極富才華科研人員及遵紀守法的公民，他的前妻安娜似乎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鬆一口氣，他終於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他說什麼很高興在 EOD 裡做的一切終於沉冤得雪。 I miss Boston already。 他在說那些毒語，即是不是我下還是你下呢？哇，這麼多粒屎，罐頭加工廠兇殺我。據這個地方的工廠發生了一些不尋常的事，他住在附近的人報稱咩？聽到交火尖叫打交，到達現場之後，警方發現家族族長的屍體，屍體入面有咩好嚴重的傷口，很明顯是極為惡劣的暴力所導致。遺憾的是，兇手毫無頭緒。係咪講個？呢個唔係，我以為講緊星星仔查緊，查到罰單。佢指哇！子搭子落嗰度幾多藥勁多咯？呢啲有冇嘢睇啊 ？Never again, they say。幾張碌屎搭住幾張碌屎。喂，殺人犯免除死刑，殺害文明
这个地方的神秘人约翰尼斯的凶手已经落网，他复活了真凶葛兰，他警方自首并且承认杀害了这个人，就是那个假死的那个人。拜尔斯也因此处以无期徒刑。有趣的是拜尔斯的案是由奥克蒙特这个地方的律师，这条友来搞，这个律师是在卡本特家族很出名的，我会尽力为我当时争取成功争取史考特先生说，鉴于这一单案的悲剧源头，我认为应该存在更加合理的判决。这一点有没有次序啊？这些律师卡本特家族族长因为很老，那轮椅佬假轮椅佬其实行得身体很差，正式宣布引退，他的仔去接手那些生意，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即是个烂面佬成计啊，是不是？有人看到他在 星期二向有需要的人派嘢食、派药物、蛇斋饼粽，如果我们不向普通人去蛇斋饼粽，仲有哪个会做？新族长这样说。力格拉罕和将万人景仰的救赎大教堂的捐赠，玩埋钱添。OK， 你狂气扩散，呢度嘅市民爆发咗某个奇怪的症状，成个城市都系咩？表面睇嚟毫无逻辑可言，不过有目击者睇到呢度大学嘅研究人员冇事。圣玛丽医院菲利普系咪？个医生认为一切源于某啲寄生虫嘅感染，而呢啲寄生虫似乎咩喺大学附近。佢本人呼吁市民应该重视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事有咩去食稻虫嘅。系咯，呢个最早嗰时讲嘅喎。著名科学家失踪，喺大学考古学嘅教授已经好多人唔见咗人。即係林鄭咁樣，其大學同同事因為情況唔樂觀，要打999。我啲人去揾曬成個城都唔知去咗邊，好遺憾咩？我哋完全有理由相信佢已經不在人世。任何有佢嘅消息，快啲揾警方或者揾蘋果一報。OK， 好啦，攞曬啦。OK。Crew of the Cyclops。一樣啫，應該冇咩特別。Semper Fortis Brothers， 佢幫我重組翻嗰扎碌屎係咪咩？成個故事幫我結尾，哇！毒藥。No matter how much of this I chug down, the visions always return。哦，有針，仲有一份《我的筆記》第二部分。波士頓收唔數，醫生喺度揾醫我嘅方法。你開，你又翻翻轉頭，翻翻去。好像一開波嗰時嗰畫面咁樣嘅，依家以為自己有問題，係咯，記得佢而家好似翻翻去最初頭講嗰啲嘢，但係佢哋淨係話俾咗扎咩治療清單，我怕水，佢哋將我包咗喺濕立立嘅床單裏邊，我同佢哋講咩嗰啲黑暗嘅嘢，跟住佢哋就將我困喺黑嘅房，蒙住雙眼，一啲進展都冇，直至佢。他們帶了什麼電療設備電叫醒我，即是那個 Dead by Daylight 的醫生，他告訴我聽是誰，告訴我應該怎樣思考問題，他還給了一些看來可以令我保持清醒的藥，看來我只是在這裡漸漸習慣這些事，但問題是好事還是壞事啊？換衫啦，沒啦，是不是有東西看啊？在角度No matter how much of this I chug down, the visions always return. 每日一次，就忘乎嚟曬啦，唔 check 曬啦，呢度自己嗰酒店、廁所、洗手盆、鏡、浴缸，乜都浴，話側邊有個兜咩意思？啲浴缸咁污糟，都唔夠冷沖。呢度仲係白色，可能睇埋其他樓層要。
未 check 到嗰啲重點，無啦埲牆呢啲咧，你同我樽藥差唔多。有書台練成陣，有啲奇怪音樂，同埋其他房啊？呢間我嗰間誒唔係喎，兩間房嚟喎。咦？有潛水裝備。Did Raymond get this air tank from the same place? 有氣樽，成扎啦，總之就係、是。好似之前入誒係啦，呢度之前好似入唔到間房。I've seen some of these places. 生活屍骸。The backyard of horses. Joseph Hill's house. Why did he draw all this? 呢個做咩？有兩條水喉，熱水凍水，但係喺下面嘅喎。啊！呢、這個。啲奇怪名正啲，都消失，擲住一本書啊！《雷蒙德日記》就係呢間房啦，揾到10月3日下爾南部位於士史密斯大街呢個地方，莫蘭德大街浸咗水之後嘅屋，揾到咩？裏面揾到工作，老闆話有一啲奇怪嘅嘢，不過聽起上嚟似乎可以揾到錢。咩過咗好多日之後，準備工作完成，要揾潛水服真係麻煩，即係側邊嗰套啦。即係揾到啲木乃伊，不過下邊就冇金。我嘅我將木乃伊帶咗去實驗室，咪書呆書呆子定咩嗰啲個字？書呆子。老闆話咩？能夠同死人講嘢。即係咩動物全心思啊，同啲警察講嘢，但願意同嗰個木乃伊講嘢，話俾我知黃金喺邊度。下年1月9日咩唔可能？點會有呢個咩事？我點可能會知道？你唔好再喺我耳邊暗暗沉沉，又唔係我嘅錯，唔怪你放過我，求求你咩？快啲走！係咪講嗰啲幻術，即係黐 Q 咗線嗰啲咧？有啲聽到啲奇怪嘢。黃色應該仲有嘢未 check 曬，啊邊度仲有嘢未 check 先 ？Did Raymond get this air tank from the same place I did？ 嗰個公公走咗未啊？俾人送咗出去未啊？我見誒誒、欸有嘢睇度，有奇怪嘢，張牀要行近啲，撳住。我唔想再睇啲幻術啦，黐線啦！我頂唔緊啊 ！I can't bear it。OK， 我唔想再睇啲幻術。哇頂！你點解頭先做咩啊？攞支槍瞄住自己啊！你見唔見到 ？I've seen some of these places. The backyard with corpses. Stop it! Please stop it! Why do you show me this vile violence? I can't bear it. 睇一次啊，咪先。好似冇。頭先我睇完翻翻現實，哇！攞啲槍指住自己個頭，一陣咧撳槍，砰！自己殺咗自己。OK， 咁 check 好曬喺度。點啊？我嘅馬又想殺咗佢。嘟嘟嘟嘟，做咩？受雇嘅盜墓者。嘟嘟嘟嘟，全部都唔係。呢啲全部唔係啦，咁你再開，要開新地方。我一清咗呢啲啊，睇咗碌台咁掃咗，費事又感嘆到以為做緊乜嘢。呢個係抄碌屎啊！呢個去某唔係喎指南針睇下先，係咪意思讀我逐個逐過去咧？下爾南。我去應該是每一日咁樣，都係當食一、二、三、四個地方直播單曬，因為嗰度好難上到網啊！你遠一來遠二來咁鬼多人上網 ，WiFi 都應該都好 Q 慢，個個用下爾南部跟地方去先啦。下邊鬼度南部逐個地方，史密斯大街、粉紅大。粉屋大街，好似頭先有個咩真係叫咩粉屋大街，南部，咦？揾下先，咩粉屋？好似有啲印象，乜鬼島咧？
因為下雨咯，好似又叫咩粉屋嗰次噏咗咩粉紅色屋。啊，呢度睇先，呢條望到呢條啦，粉屋大街條線，呢度咪由呢度開始，轉轉轉轉轉。而家冇咧，另一條線咩咩絲線啊，絲乜鬼啊？和粉屋大街中間交叉位，莫蘭大街，莫蘭大莫德咩？莫蘭德大街邊鬼度啊？呢條咦？喺呢度咩？史史密斯大街？呢度呢度唔通？呢個位呢條呢條線啦、啊。啊！呢條線掛喺個圈圈，喺飛即過去先。揾曬，好垃圾！呢排畫面靜止，佢好似唔好似咧？你好似你要睇住，你真係要你個畫面開，你要開住嗰個 T-shirt 先得噶。如果你當開咗第二個分頁咧，佢唔計數噶。佢好似同你 stop 咗佢噶。你個畫面唔係真係望住 T-shirt 咧，你攞其他嘢，你睇緊其他分頁咧，佢會同你知。點樣唔計數？佢唔會同你播，佢靜止咗噶，好似係佢好似有印象，好似有視覺，即係你真係要睇實個畫面。好啦，講咩？周圍揾。垃圾。知啊。好叻槍啊！在哪邊呢？這種什麼偵探遊戲我真的第一次玩，老實說。其實那些什麼查東西的遊戲都是這樣玩，這隻真的真的像真的我去查東西多過以為在玩什麼遊戲咯，像我什麼真的在什麼早上什麼做什麼東西這樣，在那找地方看地圖都找來找去，為什麼又唔覺開咗兩個網，右邊上網，你要擺最上嗰層咯。你有兩個網就有，即係有兩個最上嗰層。呢度都 mark 個點先啦。呢度槍，我揾啲槍先。短咗講啲街步，一個網。即係縮細佢。哇！啲怪多到，救命啊！屈頂，單邊門。好似唔喺度噶，睇下先啦。唉，死垃圾！唔喺間屋咧，莫德蘭大街浸水房子入邊揾到個，可能唔喺間，出翻去先。原坐嗰支上網借好多，以前撈到想喊，哇頂入曬嚟！頂解到只腳，救命啦！應該唔喺度，依間屋都冇浸到水。出嚟先，出嚟！哇，好驚啊啲人！唉，街邊咧，佢會行。定抄嘢啊！呢個係知去有啲唔知去邊，呢個唔關事。嘟嘟嘟嘟嘟嘟嘟，係揭書，拆呢個指南針，潛水服揾到地方有兩咩？唔係都係上面呢部嘅，應該都係。
佢寫個地址寫到好黐，寫到有呢條街同嗰條街嘅邊度邊度，浸咗水，獲得啦大解。應該出邊都要坐船仔啊！坐船仔，走手未啊？嗰個疑似中當。我見臨尾睇下啲嗰啲救護送緊佢走定點嘅，浸咗水嗰間。Well， 好似咩雲旋浪咩雷蒙德的日記、獅子密斯大街。OK OK， 我一玩咧開始知，開始睇得明佢講過啲嘢。我開始明佢講啲地圖啊，仲喺間，嘣，裝船，仲喺度，支槍旁身先，過，出啲 dead by day， 佢嗰個跨欄咧快到好似 dead by daylight 嗰啲感覺，仲喺間啊，咦都唔係喎。邊度？地下？就呢度落呢度咧，呢度就冇兩個頭路。落下邊都嘟。哦，死曬咗咩？最後的信息，我忍我頂唔緊啦！我見到屋企人肚餓嘅眼嗰時，心都碎。佢哋咩試圖微笑，話總有一日會逃過大難。但我知道真相。我想佢哋亦都明白咧，點根本冇人會救我哋。我為咗每個人留咗粒子彈，咩冇必要令到自己知道自己做啲咩。再見，攬炒。是條屍，條屍咧又怪物喎，慢慢啲。哇頂！咁我去得啱唔啱呢個地方？都抹多個點先？從呢度。咩巡擺？我唔知係咪講咩浸水，係咪講緊呢度？好大嗰條街，好遠喎。都 mark 多個點先啦。神秘檔案，同埋咧。最後嚟到揾到黃金，我都唔知肯定係咪呢間喎，可能唔係。再去。翻嚟睇下先喎，再揾啦唯有，可能唔係呢間。船喺坐喺船用唔到隻眼咧，睇唔到嗰啲位係咪有得落？度咧？呢度冇啦，條友企喺度走唔到，釣魚。應該唔喺度，因為已經離開咗條線。好啦，又係嗰間最似咯，跟住開呢啲位開始唔似。揾餐布，和你飛，和你飛，喺度兜個圈望望。而家我喺係啦，喺度望望先。好啊，出翻去。佢咩俾水浸？應該唔係講緊呢度。呢啲高位應該冇俾水浸到，同埋都冇望到任何門嘅嘢啦。咁，浸水房屋，揾佢第二日嗰啲咩？淨係咩潛水房應該唔關事啊，唔會揾到嘢咩？廿三號咩木乃伊？地下無緣，應該唔知講邊度，你嗰啲去唔到。
純粹揾三號嗰度嗰間屋啫嘛。點樣咧？做咩喺度？取暖。坐翻出去，揸翻出去。因為近嗰啲海嗰啲位置，應該唔係喺高位，應該唔會浸到咁。嗰邊去到係咪到他先？有木板行嘅呢度，可以爬過去。好似唔得，唔係喎，但係嗰度有嘢執嘅喎。俾咁樣爬過嚟，跟住呢邊咧，我點上？我覺得有嘢執，但係點上去？哇！你咩收埋啲喺呢啲位咁過癮？不過都係拎啲垃圾。我呢間坐翻船仔先。我暫時當佢喺物頂上度，好鬼粗糙啊！整嗰啲爬乜上去啊？睇得嗰條柱先上到去。咁呢個海，睇下嗰邊睇係咪先？轉右，加速，跟住出埋嗰邊啦。冇得上噶喎，哇！要俾大鯨魚殺人鯨，到呢間呢度應該唔係，呢度怪物區，望望先，冇就繼續落雪，繼續向嗰邊行。呢度全部都大怪區，呢間。唔係屋嚟，我望先企喺高位，嘢就有得執，哇！爆啲火花，應該唔喺度，可唔可以上呢度？上唔到，上唔到，得唔得？上唔到，好，就喺嗰邊。我而家行到，我爸爸話你落咗一格添，應該唔係段路，應該呢啲喎，長尾呢啲位，你越走越遠，應該唔啱，呢度係算啦，行翻上水面，再揾。玩唔到啊！唔知收喺邊。這呢間咩屋啊？我入過嚟，應該有啲打怪，我哋冇標記。冇標乜嘢？佢如果係啲重點，佢會即刻爆出嚟，話你唔知去咗乜嘢。如果撳落入嚟冇任何聲，乜都冇，關唔關事啊？啲打怪好，嘈。咦？我呢個咪咩？拱咗落街嗰個啦，呢個咪爆門，呢個垃圾屋冇，嗰人走 Q 咗咯，冇下面噶嘛呢個。係咯，冇，篤，壞啦！睇下先，呢邊後邊，坐船仔揾啦，唯有呢度做緊咩？入山窿，對，出翻去，再揾個，呢只驚係咩？睇人。睇人做嘢啊！咩街度做嘢，行嚟行去。依家咧，
我哋坐翻船就出嚟 ，mark 个位，大咗呢啲位啦，系嘛？ 佢講曬啲咩斯密斯咩粉大街呢啲位人通，上埋睇埋啦，唔知點樣計，但又講呢一度，大二南同斯密斯大街粉大街中間，波德蘭大街嘅浸咗水嗰間房屋入面，超。 中間，所以其實斜呢間最似，但又唔知咩鬼。佢冇收任何嘢都穩定。再揾呢啲冇得上船啦，右邊啊，就左邊先咯。呢度冇啦，呢度真係一個落船牌咁樣，呢度有人揼嘢。 咦？有嘢執喎，到呢間我緊，有嘢執嘅喎，但點樣過去？上唔到船喎，黐橋咗線嘅人。呢間酒店啊，但係都有個人。而家。 到呢度，睇下嗰個人嗰度點樣上先，可能係冇間屋，因為嗰度有得執嘢，但係個位好奇怪。而家嚟到咩兵物書店街，去到行上面過，頭痛。呢個位就冇得過翻對面。落船啦！落船！ check 埋上面啦，呢度嗰啲落呢度，都系嗰间红屋，对，呢度都有间，屋，不如开越多啲奇怪屋，哇，呢度冇嚟过。 我呢間，哇！有魚又咬我，好驚！八爪魚，呢間未嚟過，應該冇，我記得我冇嚟過咁多魚啊，咁多海鮮嘅地方，甩咗只魷魚定八爪魚啫，係甩咗只腳，極多魚，濕曬應該係呢間啦，仲咪咩俾水浸到咁？ 咩麻包袋喎？喂，但系好似冇望到啲乜嘢地底啊，有怪物，殺咗佢先啦！頂，被咬下，個針。 仲有下面仲有跌上緊嚟，散彈一槍死，救咩？哇！近距離發，哇頂！哇！直線衝嘅，哼！嗰啲咩叉槌嗰啲，好似冇子彈，佢會中啊！ 大大力，呢嚿系咪啲夹埋？呢背啊，都睇啲咩？揾到，力K L，我朋友，你相信神明会保佑我哋一定咩？我哋会担惊受怕死，我哋会咩黐Q咗事咁死，定系咩洪水会再嚟，或者死咗？ 对我哋即系最仁慈，咩喺我哋尸体上面永远唔会有咩美丽嘅彩虹，但系可以用唔同嘅咩神秘方式召唤我哋。佢所孕育嘅嗰啲野兽，一定系佢派嚟嘅使者。咩即将要允许接受海水洗礼？咩但愿我哋能够被宽恕，跟你啲朋友。
雷夫，咁鬼死長嘅名。跟我有冇開啱嘢？知啊，而家未知，落埋地底睇先，合埋文字先。有信喎，望到入邊係。不過冇上彈玩喎。開。OK。我住先。應該是講緊呢間屋啦，開咗個特別嘢，執唔到，喂，拍一嚿先，夾針，亦都係，唔係，我唔係想掉嘢，仲有地底嘅，呢度冇啦應該。子彈嚟噶，一粒大把，一千零一粒咁大把，咩呢啲？仲冇嘢揾，又要去揾第二個地方。好啦，呢啲唔喐得噶啦。冇地底啊！就睇個貝殼開執咗下面封嘢，就係袋好似都冇其他嘢，係咪開咗啲支線入嚟啊？做咩喺度？出面佢望下先。喂啊！嗱，呢度睇得著個熒光，我 check 多次上面冇嗰個隻鞋嘅第二個點，十知啊？啊，找完有冇嘢睇？冇，點解入到嚟嘅？其實有咩呢啲咩浸咗？呢度咩浸到咩幾層樓咁高？啲八爪魚諗住匿入嚟當屋住，咩捐嚟捐去，想捐入嚟，跟住啲水退，唔識出翻去，當失咗路，啲死曬，啲水退到冇咁，咪出唔翻去死咗，同埋啲魚一齊死，啲魚諗住當屋企住啊，水漲嗰陣時應該冇嘅，我見到冇嘢咁。究竟係咪啱咧？呢個而家揾。第一個地方，有個特別符號，我唔記得咗呢個符號咩意思。有冇啊？真係冇。我而家地圖行咗嚟呢度，因為兜個圈坐船兜埋喺啲位嘅。边咧？咩怪兽区嘛？呢个系 A 系怪兽区。住啊！冇遇人怪兽区。嗱呢個咩廢棄車場，我都俾你升咧，咩都冇，好似睇先，喺呢度，我快喺度兜下呢啲位，有坐船仔我哋要，直去，直。食翻去陪我喺度揾嘢啊！揾翻個良心啊！跌咗嘢，阿 Sir 跌咗嘢啊！咩跌咗咩？跌咗個良心啊 ，Sir！
而家就係咩同呢個即係 game 同玩黑警個良心一樣，落好鬼難，都唔知咪俾狗擔咗。係啊，左望望右望望，睇下會唔會上岸位望望先。啊，即係好似係想睇呢個呢邊咧，呢邊軍部係咪喺間屋？上船，我點樣上去啊？佢個箱係俾你執嘢喎，但係冇嗰個自動上岸掣嘅，點樣衝入去？係個奇怪箱，但我唔知點樣上去攞，就咁擒上，我先喺度停一停低先。擒上去，哇！真係擒上去，仲冇嘢添，玩我，係咪你？是不是你？我會落街。佢個褲咩錘仔唔見咗？落去，我得推到，都推。走得，走得。超。Sorry。我會落去，喂，點解踩住個邊邊？會唔會我跌落去？好似我想跌落去個人，可唔可以學佢咁樣？Hey, knock it off！ 得個，我都得個，但我推唔到佢向後一格咯。跳開，拆仔啊！喂，我落街，喂，我落去，我都可以行到邊。喂，其實我咩就係可以揾到條路啊，可以咁樣行，我都唔鬼知喎。Hey, knock it off！ 我可以出去，我唔到出去。我就係我向右行就我跌出去。如果打佢點啊？He's mad. He's completely mad. Whoa. 我係暴徒。喐。做咩啊？吉針。醒腦提神，吉醒翻自己腦先。好，見咗咯。用槍瞄佢。喂，咁冇得入嘅喎，嗱可以咁爬上嚟嘅。而家咧要呢只 game 咧揾黑警良心，我揾唔到，我揾唔到個地方，鬼知佢講邊度。呢個啊，佢要嚟呢個地方，揾到呢幾個似，但又唔知啦，佢又冇同佢翻點咧，揾制服，準備工作完成，揾到木乃伊喺墓穴下面冇金。木乃伊帶走族，跟住狗兇冇可能耳邊入埋唔插插。咦，個碌屎得最高嗰度有寫字啫喎。浸水房屋揾到嘢，老闆講啲奇怪嘢，不過聽起嚟好似揾到黃金。殺人，殺人犯，殺人犯，殺人犯，黑社會，黑社會，黑社會。哇！跌落水，哇！快啲救我！上水上水，做唔到海底奇兵。仲有咩地方？呢、這個兜佢講嗰地方咩？依條街跟住咩粉大街咩？呢兩呢、這個咩絲絲襪先夾住中間，應該係呢位嗰度揾鬼曬咯。點啊？頭都痛埋，啲咩知識有咩睇啊？看到都頭痛，啲字多到。嗱，頭先開咗呢一個稀有物品，佢講緊呢個啊。頭先咩 KL 啊嘛，望完嗰個嘢之後，我攞走咗。冇咩特別嘢，冇咩地址啲無謂嘢。嗱，我用咗句字啊，唔係啊，頭先試過曬冇新嘢，全部都錯。點啊？浸淹水的房子揾到工作，有啲八爪魚嗰間人最似啦，唔係樣。咁佢講呢度應該呢範圍咁，佢落到嚟呢度。佢講下二嘅啫喎，計數計到，睇下先。下二南部位於
應該係至到呢條線嘅啫，去到呢度已經係第二個區域。唉，好似玩到玩嘅真實世界咁咯，我呢只 game 成揾地圖揾到真實世界嗰個級別，即係喺攤屋地圖底下條世界名叫咩？真係用肉眼睇冇得咩 Control F 搜尋冇啊！真係用肉眼去睇嗰啲地圖，玩到好鬼仔細，好似唔似玩緊遊戲咯，好似真係做緊嘢咁樣喺度，係嘛？真私家偵探啊，真係喺度做緊嘢，唔係喺度玩緊。即係叫你外來人咯，話你唔識呢個地方㗎啦，係咁叫你外來人，嗰啲 NPC 成日叫你。真唔識地圖，你睇唔明。唉，依左邊呢條線，好似冇運過。真實係啊 ，Google Map。而家呢只 game， 呢只 game 唔似 game 咯，你似真係做緊嘢，唔知做緊，真係似查緊咯，多過玩緊遊戲咯。佢而家抌咗去一個你唔識嘅地方咯，就係跟住你要喺個唔識嘅地方度查案。即係你唔識地圖，你唔知啲路咧，間邊啲門開得，邊啲門唔開得。佢仲喺度開隻眼，佢俾呢隻眼你睇已經好，即係已經等你容易啲揾咧，唔使行到企門口咧，先知邊度門推唔推得喐。好痛苦啊！只 game。呢啲咩？你要喺度咩住喺度嚟過嘅？住翻咩三五七年，你先可以好快爆 OK 嘅啫。咁呢啲你 speed 條毛咩？你呢個地圖你都唔識行咁，你都未嚟過，你唔會知道。唉，會跟呢條線啊！我有同埋有時佢嗰啲字我嗰啲表達我唔係好肯定佢講緊乜嘢。因為下面啲日數，你咁有份屋線，你又跟住喺度睇住啲字揾揾潛水衣，我唔知邊度揾潛水衣啊？係咪揾屋屎其實？指南針嚟啊，係去地方。實驗室呢度實有冇實驗室呢個地方揾下先。醫院難通係想講神秘收容所有冇實驗室？唔係好記得，即係啲設施、魚市場、藥房。佢講藥房嗰、那個嗰條友啊，好似啱先飛過去睇下。知啊咯，撞下飛過去嗰藥房嗰邊，有個咩書呆子啊嘛，好似有記得有少少印象，好似有條友係，過去睇下先。Ray 咩 Ray？ 得，好痛苦。呢只 game 叫咩？揾黑警良心呢只 game 叫做，證明你咩冇啊？我唔知講緊咩 way 都唔識，唔知咩 way。九窿識唔識啊？蹲 way 點解？我冇聽人講過。得睇下咪度，肯定啦。咪度啊，爆！咁過嚟嘅，做人啦。打怪物，蚂蚁，
试埋呢度，不会。冇嘅，冇啲咩特别嘢，咩都冇。头像，因为放嗰只大怪兽出嚟啊嘛。咩实验室，我净系谂起呢一个啫。啊，揿掣，冇啦，冇嘢揿咩掣？喺度上。咩？我记得喺度卡死咗只怪啊嘛，隔住埲墙啊，嚼就嚼死咗。喺度上去，唔系啊，再出去再搵，我都唔知道。是喺咩放毒药定咩嘛？喺度好似冇啦，乜都冇啦。阿初頭玩只 game， 哇！玩到都唔知做緊乜嘢，初頭啊完全唔知做緊咩咯。而家玩咗陣，知而家係揾唔到路，初頭直情完全唔知做緊乜嘢，毫無頭緒，唔知撳緊乜。跟住我睇，跟住開咗 YouTube 望下人玩過，哦，要睇乜嘢嘅咁啊，先至開到波。完全想都想唔到曬，如果唔係第一次睇 YouTube， 連第一個任務都唔知做緊，即係撳咩掣咧？要開有些東西要開了一隻眼睛才做到，然後才知道看到人家要開眼才可以做到看到一些線索才可以過到關，很難玩啊，初頭你第一次接觸難到黐線，你不知道做過什麼，然後他又沒什麼點，不算教得很詳盡，他連第一個任務都已經是立刻開波，你完全不知道做過什麼，你不知道要看什麼，咦，有間屋子抹點就冇嚟，抹個點先。但係真係要抹住啲點啊，唔係真係唔鬼記得。而家記得，而家開始玩知賴嘢啦，唔抹點啲地方你次次都揾地圖咧，下次要揾玩嗰時你唔記得嘅。嚇、啊，你走咩喺度？哇，冇嘢喎！喂，垃圾一扎，你一層嘅呢間，哦，呢度先，好得落，唉，再上，嗰個咩公安走咗未？公安，出唔出到去啊？見好多人圍住佢喎。咦？你有咩碌屎？啊，系咪呢架 K L 咩 S M？ 亲爱的咩比格尼咩嗰啲管道说，系咩嗰啲管道在说话？啲水管讲有声啊！好长嘅篇文，咩我喺你应该仲记得上个月我。跟你講過很多次，浴室咩下水口有我嘅感覺俾我。當然嗰啲咕哩咕哩咕嗰啲聲奇怪聲，唔係啲咩大事，不過因為你仲未真正感受過啦。而現在咩？佢哋開始講嘢啦，咩被隔離先生，佢哋會突然捉住你隻手，太遲。而家事情已經咩唔係去到敲敲打打可以搞掂。咩？我要點樣先至搞得掂？佢哋話必須加入到他們當中先得咧，搞唔掂佢哋就加入係嘛？就連方式都幫咩諗好啦？咩我不想，亦都唔明白咩事咩？但係佢哋話俾我知，類似嘅事情已經試過好多次，我需要一把鋒利啲嘅刀仔，我就要將只切成一片片先可以加入佢哋。講緊咩？但我的身體
全部到咗下面之後啊，會馬上變翻完整。咩散開 lego， 咩好驚，但係佢你嘅口氣似乎無庸置疑。佢已經別無他選，佢哋能夠保證我永遠不死呢一點好誘惑。有咩誒嗰只咩隻狼又係嗰啲蜈蚣獸入咗個身就可以不死。不過最重要嘅係，等我去咗下面嗰啲水管，再同我講嘢。OK， 係蓮藕善信道理嗰啲係咪？廣納道理係咪？我已經又揾到一份碌屎。可以落去喎，去邊嘅？我成頭先喺呢度要穿出嚟喎，仲一層喎，我喺度跌翻落去啫，頭先嗰層，咁唔使理佢啦。就唔知佢抄啲咩奇怪碌屎。我喺度應該冇嚟過，乾淨。揾支槍喺手。大怪獸喺後面 ，set 定啲夾先，即係擺啲拉夾放喺度入嚟，全中入唔入？冇唔入啊！就我要自己拆翻好白痴啊！喂，真係走啊頂！快入嚟，即刻抽！我唔想執翻啲夾啊！寄生獸講納道理。識啲嘢係咪？入嚟咪係大怪獸入啊！入唔入？好似冇乜嘢啦。誒，有執物資咯，但係所以開咗份咩死人垃圾信件就冇啦。但係有應該係有關聯。頭先第一份係咩？有咩 KL 呢個咩 SM？全部都是兩粒字的信，我進來抄一抄一抄一些奇怪的信件，唉，執回一些夾算數，不入來吃屎，攞DBD 又要執夾，這裡又要執夾，回一些夾，不要走那麼遲，下次真的會自己拉回招，很寫實的，下次真的會自己扣回自己血，怎麼樣？唉，咩無法執咁多熟咗咩？點解會咁？我合翻埋佢啫嘛，我唔係想攞。唉，算啦。玩廁所全部都血嚟，只怪邊度出嚟？喺上面跌落嚟。我聽到上面有聲，攞翻支槍先。好啦，執曬啦。啊！聽日再玩啊，差唔多都，即係再玩過唔會啊？呢啲真係玩好鬼仔細，仲仔細過玩 bio， 玩 bio 都唔使玩到咁仔細，呢樣嘢玩好鬼仔細，即係每個碌我真係望，如果唔係真係會玩漏嘢。真點偵探 game， 好老實咩？第一次玩啲咁偵探嘅 game， 嗰啲 bio 嗰啲咩小巫見大巫啦。難揾過嗰啲 bio 嗰啲咩特殊嘢咧，嗰啲特別公仔咩四廿隻定廿隻嗰啲咧，哇！睇漏嘢，佢仲有分用開眼揾同唔開眼揾，冇啦，聽日再揾，因為落去落唔到去。佢有啲門，你要開咗隻眼先會同你穿透。冇呢個開唔到，轉驚。呢個係怪點啊？不如殺埋佢先啊！呢只怪好嘈，大老獸嚟。等先，我有咩武器啊？夾望咗喺邊度先？我側停聽到聲，但我望唔到實體。不頂，唉！踩地雷，踩翻頭先自己個門口夾。喂，隻怪邊度聽到？但我望唔到佢，我望唔到隻怪咁解。翻嚟聽到聲啊，唔知去咗邊，揾到樹數，地下係
啦。門口啊，都係聽到環術聲。呢個就點解奇怪？咦，又係呢個絕轉口喎？咦，點解睇唔到嘅？咦？哇，咁陰濕嘅鞋咁近先睇到㗎。入多次睇聽唔聽到嗰隻怪獸先。咦？佢懟死佢喎，係咯，樓上都係揾曬，而家冇啦。我出咗去就嚟過，呢度冇啦，冇得上。咕啦咕啦咕啦個聲，大家見到，係落你個夾。一隻象牙，我聽唔清楚，一隻啫。哇！差啲嚼到喎。我頂食屎啦！咩細細粒又走唔嚟。大佬受死咗，要得翻一粒。哎，就咩？哎，一千人上呢个杀猪之，再一枪打爆佢头，佢咩啊？成个大衣都睇唔到嘅，佢播啲烟雾弹，都系睇唔到，黑到睇唔到，紧接乜鱼怪嘅？好似打中咗啲咩？硬系冲入去又睇唔到，去边啊？我死啦！不过打啲大佬咧，其实呢只 game 咧，啲大佬其实你打唔打得冇意义嘅，你可以唔使理佢，纯粹攞经验。哇，仲黑到乜咁？黐线咗又！呢只 game 你睇下，黑到真系睇唔到咯。啊！污染曬啊！啲食水係咪啊？掉催淚彈，嗰、那個地鐵站可以拆咗去重起。啊！玩到呢度啊 ，save， 即係再揾啊！我已經唔知道我揾得啱唔啱嚟，大家做緊嗰啲嘢，定係錯啊？揾到兩封乜嘢？啊 ！save 最驚。好，聽日再揾個轉個 game 先，好快翻。啊！入 game 先，咩 KP 架？头先用手掣玩嘅，头先用佢个手掣玩，冇用滑鼠啊！单人呢啲 game 咩单人 game 通常攞手掣。蹲蹲蹲，丢！
韓國佬開湖一次。人生 online， 我好似有睇咗一次嗰條片，咩發叔都玩海嘅，香城 online 係咪新職業咩風魔法師係咪？又係火魔法師咩？而家最近咩香城 online 出咗新 DLC， 而家出咗新敵人啊嘛，你 keep 下先 ，keep 腰咗，一米搞你後面。咩出咗咩熱仔啊嘛，出咗新 DLC， 會有你有啲以為係對唔嘅，以為自己有嘅人咧，原來係對面隊噶嘛，可以走過你，跟住一下撳低你，跟住扯住你唔俾你走，以為自己隊友點知撳個掣，變咗對面隊，即刻近距離撳實你，新 DLC。星期日嗰日我睇到啊，睇人玩啊嘛，睇人玩香城 online， 嗰一無啦出新 DLC， 等埋發叔，識分十23個識得，咬棍。噔噔噔是不是好像什麼8月20幾號什麼電腦節，我今早收到個 email 什麼華碩那些什麼買東西優惠，是不是什麼電腦節20幾號 HKEPC 是不是呢，看看我今天有稍微有些收到 email 是說華碩那些買東西優惠，懶立像好看得很清楚，轉回韓國佬先，轉回韓國佬，我開個 email 按一按是啊咩精选电脑激减高达5000銀？咩华硕买咩手提电脑啊？我加乜嘢？8月12日至9月15日，送买电脑送黄豆嗰啲，都系买电脑送嗰啲咩遮啊袋咩箍唇啊 USB 算好啲噶啦，送 USB 算系。即係起碼用得著，啲咩送個書包，我都唔知咩咩好。送張單俾你得唔得？得，送呢、這個送係送送個黃豆殼俾你，個係送鐵狗去，要搞你後面。哈利話唔係 HKEPC 啊，嗰啲即係嗰啲唔係活動嚟，純粹可能你去依排去豐澤嗰啲買碟買華碩嘅嘢，有嘢另外有嘢送啩，我唔知。咩白露會嗰啲送咩送拉嗰啲精品嗰種感覺，應該係嗰啲。不過係送翻佢自己華碩嗰啲咩孤筍書包係咪夾套咁嗰啲啊先，唔係活動嚟嘅，純粹咩促銷咩清貨清尾貨大優惠，應該係呢類嚟。送黃豆，佢送嗰啲書包咩行李，個行李夾嗰啲套真係嗰啲食屎啦，行李夾套你都。啱唔啱用啊？嗰啲爭好遠嗰尺寸，書包都還好，大部分人都孭到嗰啲行李夾嗰套，
你唔係送把劍俾我，你送個套俾我掉咗佢，攞嚟當地步咗真係，九成都甩油嘅。你唔係送埋，唔好俾個原裝劍一套。誒攞咗雷射炮，誒、欸、我執到雷射炮喺地下室下面，送張單。咩？我而家咩買牙膏？我送牙膏蓋俾你啊！正唔正先係嘛？我買咩？買買嗰啲汽水，買啲樽裝嘢飲，我送個樽蓋俾你。咪快啲多謝我啦，同佢講啦。買頂咪見到添。不頂食屎！哇，風槍！哇！近會避到嚟食。哇！耳流，新年兔仔嚟嘅，係咪咧？好你食，我真係新年。似個真三國無雙嗰啲衫啊！我咩藏有攻擊性武器？你捉住我！我有俾錢噶。係嘛？下次警察咩屈人偷嘢都好啲啊！屈攻擊性武器，你屈佢，你偷，我懷疑你偷嘢偷翻嚟嘅。嗰啲咩藏有攻擊性買把刀啊？咪全部都要俾人拉買刀。日本成為咩最大軍火庫？百佳啲成炸刀，嗰啲咩有咩空咩乜乜杜克大嗰啲人咪出街去自首？我咩懷疑身咩體內身懷咩攻擊性武器都要自首？係咪咩中國咩買口罩而家要得要實名登記？嗰戴口罩俾人捉啊嘛，係咪啊？嗰啲咩好大霧嗰啲地方咧，中國咪好？嗰啲空氣好鬼清新嘅，嗰啲地方啲人咪戴口罩，好似話俾人捉啊嘛，話要咩實名登記買口罩，黐線！即係驚你哋係翻日行扮香港嗰度啊嘛，驚你而家騰騰震啊上面，好驚你哋嗰啲中國市民真係走去扮香港市民，戴曬口罩，戴曬咩 gear 上街，草木皆兵啊！幾多人戴口罩啊？係咪香港人嚟㗎？係咪香港人嚟？嗰啲公安好驚，因為佢哋公安又嚟香港做嘢嘛，一做嘢，通知話走，跟住佢咪記得死人，跟住翻上去，以為全部都係香港人，一戴口罩，哇！香港人走咗上嚟，截停你，跟住咦唔係，我都係中國人嚟，我唔係香港人，爭啲唔記得咗，中國空氣好差添嗰啲咧，吸慣咗香港空氣好清新，記得咗上面啲空氣係好鬼差，哇耶！咬中你啰柚，佢大大力咁射你後面。死啦！地下室係咪？係啊。我近地下室。死！我斧頭。收集物資。上緊嚟，睇上面邊先。得，我睇唔到。衝落去先，衝，夠，走啊！成日上翻嚟。哇！射中黑警。哎呀，慢咗，但系落唔到地，应该落带翻地下室嘅，带出面，唔落地啊，摆出面。咁啊，等等先，翻到屋企咯，翻屋企快啲冲凉。翻屋企，老豆揾仔，
屈頂。哦 GG。哇！加油！还有左边。然后再高。我见老豆揾仔咧，知咩老豆啊？老豆揾仔话咧，就嚟翻学啊嘛，就嚟开学会见到嗰啲同学仔。咁咧，大家知点做啊？见到嗰啲人嘅同学仔，咁咧大家咩最多记大个咩？啲学校唔会报警，唔敢报警学校，为咗咩？真的不報警，我記得以前啲小弟真的會報警，好黐線。咩自己學校圍內和解又算。咩大家道個歉，握手啊嘛，當冇事發生啊。報唔夠膽報警啊，驚影衰自己學校嗰啲。學校名聲大過一切。炒炒有一包水。哦。剛才有人說屯門天后廟很多人買錯買雷射筆，說要黃天擊殺何君堯，會啊，什麼激光炮那些，什麼星球大戰，何君堯現在去了哪一排？他都選不到的啦，十一月他都輸緊。他會叫他那些什麼辛苦骨頂，他會叫他那些辛苦曬那些去投票，但未必是他的區定點。我都死了。天后廟那裡很多人買雷射炮。哇冲凉，快冲凉，8899。香港电哦，香港你系或者香港电脑节2019限定 LG 电竞，哎，原来23号先系。我成日以为个电竞节完咗，我成日以为电竞节完咗，都未噶，原来香港电脑节2019系我2019年8月23号至8月26号。哦，原来未噶，我成日以为开完咗添，咩电竞节嗰个节，原来未噶。咁之前嗰個係咩節？哇！嗰時係咩動漫節？我撈鬼亂，我已經唔識分咯。咩書展啊？咩嗰啲字我撈埋一齊嘅。星點睇8-18？8-18，大家一齊撳錢係嘛？唱美金收屋企，學阿婆咩？阿婆儲錢大法咩？你趕完咩？離開咩？依個市場。咩向美金投信任嘅一票？哇！收屋企，脱离咩太咩香港咩银行体制嘛？请唱美金系咪？嗱，你唱美金等于咩？俾美国一粒子弹。上街啊嘛，有實相啦，真和李飛啊嘛，和李飛上陣，我知啊，唔出啦，唔理佢啦，我哋開個場啦，睇佢啦，大佬會啊，和李飛會啊，會去啊，嘟嘟嘟，要要咩？系咩？哈利要搞后面咪八一八揾我后面咩？大大力搞我后面嗰啲。
夹埋一次，一百都系一百啦，好过冇啦。咩全民夹钱人？咩以后咩 N 年后咩香港成功咗咩咩八八一六就系咩世界夹钱人啊嘛？呢个节日嘅由来系咩？由咩香港咩封费制度嗰阵时发生咧？嗰啲当年今日嗰啲可以啊咩成功争取有咩八一六全民夹钱？咩源于香港啊？对付暴政嗰时咩事能出晒所有牌啊嘛？和你飞咩夹钱大法？咩跟住有啲镜头影住嗰啲新闻咩？人人排队去夹提款机咩？咩大家约好咗每人夹一百系嘛？但系要清空佢嗱，每人夹一百系啊！世界夹钱又可以噶，到时可能唔知 N 年后香港成功咗嗰时咧，这个成为咗。世界禁止日啊嘛，即系到时嗰啲当年今日嗰类嘢咧，会即系会睇翻咩由来系乜嘢，讲翻晒，因为咩香港市民要对付暴政嗰时咩，用经济市民都可以做到经济制裁佢哋啊嘛，搞到佢啲钱咧提款机冇钱，佢好麻烦噶嘛，佢要专登揾车揾人运，你攞现金咪最伤佢，你数字过即系银行过银行，其实数字游戏嚟，佢唔使专登揾条友去搬嗰啲嗰个数字去另一个地方噶嘛。你揿佢现金啊，真系揿走佢张现金咧，佢真系要揾人车翻啲钱塞翻落去，啊嘥佢好多资源。大家都知边要揿咩银行系咪？但系呢个世界上有样嘢叫转数快系咪？你有转数快？轉落去嗰個要攞現金嘅銀行度先，咁你撳完咪有扎現金喺手嘅，跟住你攞嗰扎現金塞翻落應該放錢嘅銀行，咁咪嗰個銀行又多翻啦。跟住你再轉數快，又轉翻去你想去攞現金嗰間銀行度，跟住你又可以再撳去提款機。係咪咁話先？不過嗰日你咩可能每人約定撳一百咧？你撳咁多係咪玩咩？你玩曬咁樣，我冇得撳，我冇得玩。條友俾人圍到依家都，我話成個幾鐘頭前啦，個半鐘頭前。唔係話琴晚有班人喺太古度圍啲職員。哦，有睇太古嗰個係，我咪去埋廁所翻嚟再玩過，係咪？我喺度急尿嘅，等咗個半鐘，跟住啲人嗌咪，我大嗌都大聲過你支麥啊，執咗佢啦嗰啲咧，我聽到我睇咗陣，睇到唔知睇到，因為十二點零，我諗住瞓瞌著咗咯。跟住有一個就黃暴咩玩天光嘛，真係玩到天光，跟住個保安頂唔緊要變感冒痛，跟住去醫院勁啲啲。佢講緊個西線人，佢講緊機場公安嗰個去㗎。佢頭先開台同我講一陣，你冇睇我，跟住我有啊，好多人圍住佢走唔到咯，有埋出埋救護都送唔到佢出去咯，啲人圍住佢嘛，嗰個疑似公安嗰條友，你有冇睇啊？有曬佢嗰啲證件喺個身度，乜銀行卡嗰啲，跟住啲人咩上網 check 揾到佢係公安啊嘛，圍住佢唔俾佢走，跟住佢唔知扮雲定唔知真雲，唔知走咗未啦？而家我開咗台個半鐘冇睇，跟住郭生時又話：而家圍到依家都走唔到，係咯？機場其實細，機場係好 Q 大噶嘛，其實。你諗下機場，機場嗰啲職員都入邊坐嗰啲唔知叫咩車。出入咪知幾大，機場好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出到去，即係離開出面有巴士、有啲百佳車嗰啲位置，其實都危險嘅。嗰黐線啲人咧，嗰度咁多嗰啲車咧，都好痛噶。嗰啲車咩，真係撞到人，你有冇 gear 都痛，好大力噶嘛啲車，好鬼重，係靠嗰個柄咩放鬆定？啊、放手就是刹车，你按你捻实佢先行得噶嘛嘢啦，系嘛？好似系啦，机场你要捻实嗰个嘢，你先可以推，好正常推，即系好似百佳车咁推，你一放手系逼当系刹咗车咁样噶嘛，好似系。林啲又作新闻咩好暴力系咪？话你哋好暴力，咩合理嘅咩示威抗议系可以，但系有一部分人有少一小撮人咧咩，透过咩唔理性。超暴力咁嗰啲，我係予以咩最強烈嘅譴責，係咪？打佢一身，我唔知啊，唔知佢點。不過佢而家啲人係上網 check 到佢係咯，但係佢身上又未有一張咩公安證，未我唔知。
委任证，公安委任证啦。总之我叫住先，我唔知道真实名称叫咩。啲人未揾到佢咩公安委任证。不过正常啦，啲警察都冇委任证，可能佢都冇咧。咩叫一早叫咗咩？你要落嚟香港就唔好带咩委任证，有咩事就扮途人啊咩？等嗰啲真系香港嗰啲核警军装护送你上嗰啲政府车走，乜都好。中国被打又被人急救 ，DVD 要窒咗定 handle 嘅 game？ 弹咗 game 已经。我见我唔画唔喐，只鬼又系头先嗰个兔仔喎，大咗。我唔画，我应该又成日 DVD hang 咗啦。嗰唔画冇喐啊，没有活嘅。我stop 咗再开，你黐 Q 咗咩事？黐 Q 咗先啦，再开翻。佢暈係嘛？俾人咩玩天光，好似黃埔嗰個保安咩新年利是，冇啦冇啦，真係冇啦冇啦，嗰啲利是農曆新年嗰啲唔使收咯，唔俾人鬧偷笑啊！拜未啊？未拜啊？黃埔保安唔使收利是，黃埔嗰啲全部上邊啲都唔係窮人嚟啊，住黃埔嗰啲全部都應該有啲錢，真係冇利是收咩？冇膠袋就唔使收利是，好難為佢冇咩用，放佢又好似嘥咗咁，都唔肯定佢咩，不過算啦。你證而家係證實咗佢一定係中國人先咯，佢有嗰啲證一定係中國人，係咪公安唔知？可能佢專登帶嗰張公安委任證落嚟香港，費事跌咗或者乜都好啦，係咪？費事帶落嚟啊，一跌咗點揾揾唔翻？你哋有冇出到嚟？我要翻，孤单咯。你穷人，但系咁我 ready 住先啦。我喺个开定房等你哋。又搞到大单住黄埔，你穷人系咪？系你系咪住嗰度嗰架船上？嗰度叫黄，你系咪叫黄埔花园先嗰度？嗰架船啊嘛，新城电台定？定喺地底乜嘢啊嘛？會啊！我都好想睇聽日臨電或者叫其他人啦。咩四點鐘咩二哥嗰啲定乜鬼？四點鐘二哥係黃埔號嗰船，到啊得半節定咩？我好耐冇去咯，好細個就有去。好細個去黃埔做咩咧？好細個去黃埔得一個目的嘅啫。就去玩冒險樂園嗰個超巨型波波池，幾層高嘅嗰個波波池，而家狀況可能冇咗咯。我細嗰時專登去黃埔玩波波池，好正嗰個波波池，大到黐線，唔知兩三層樓高啊嘛！冒險樂園啊，勁多嘢玩啫，咩又唔知最可以擒嚟擒去，跟住唔知又最高又咩瀉翻落最低咁樣，勁刺激喎！有未執仲喺度，我都而家都想入去玩。以前落船底機鋪打機，機鋪就冇啦。機鋪嗰時就嗰陣細個小學雞啊，唔會諗入機鋪嘅，諗入波波池玩冒險樂園，好正咯！而家幾層樓，你其他嗰啲冇咁高啊嘛，半層樓都冇啊嗰啲，其他嗰啲分店嗰啲係依個真係兩三層喎，真係佢係喺地下，跟住咧。即係你當嗰啲叫咩咧？係咪天井唔知道叫咩啦？即係你可以望到即係好似有個咩商場好啲咧？你當沙田啦，你當沙田新城市嗰個應該大家有概念。你當你喺地下個波波池高到可以望到兩三層嗰啲挨住嗰啲位嗰啲玻璃位咧，你可以同到嗰啲人揮手啊！沙田新城市應該大家有啲印象。我講咩朗豪坊可能難諗啲，沙田移新城市應該大家諗到嗰個概念，你可以高到好似沙田李星嗰位同嗰啲咁高嘅人同人 say hello 咯，嗰個波波池大到 hi 咁樣都大嗌地龍機鋪冇啊，好少其實好少機鋪得有圖騰記喎，有心跳殺手機鋪好少去玩其實，你哋咩玩咩 game 咁嗰波池？跌死，理論上係會，
你玩你由最好嗰個上滑梯，你一嘢急向後，即係大力向前跑，一嘢跳咧，咁你個上滑梯係咁上落去先冇事。你一跳真係會死人嗰陣。如果你小朋友，哇，理論上係會嘅。你咁樣講都係，你唔沿住嗰個上滑梯咧，你向後一嘢跑嘅大跳跳樓梯咁急，嗰種感覺一跳，你一嘢真係直落地下，你會真係有波波池都冇用啊！嗰啲軟墊你都咬親腳啊！依家嘅公仔系啊，五蚊，到到都五蚊局啊！真系讲真的，一啲就收现金，即系港币五蚊；一啲就当冒险乐园要塞落嗰部死人机度唱佢嗰啲币，唔知叫咩币啊？唱佢啲币，唱佢啲币，跟住先至可以玩噶嘛？我觉得唱嗰啲币先至服啊！你用真系港币反而冇咁服。你嗰啲咩唱散去打散去嗰啲，反而你可以遲啲攞去買嘢。你唱咗佢嗰啲幣就真係翻唔到轉頭。如果佢突然之間咧執咗咧，咁你嗰啲幣咧又都過死。所以最好一係你出一嘢玩曬佢，唔好留真係。嗰啲隨時執嘅嗰啲細細間，佢唱佢嗰啲真係你玩幾多咩？你想玩幾多唱幾多，一係你全部玩曬先好走。真係未必有聽日，好難講啊！呢啲鋪頭，即刻玩曬佢，保留一陣你玩一下，你輸曬佢都抵過收埋啲銀紙碟嗰種感覺。你估你又唔係冒險樂園嗰啲？見到火圖騰，麻煩炸一炸啊！喂，救你後面先，我有蜘蛛腳。記得咪住嗰邊往高行翻轉，見到有咩又玩兩鋪，通常玩車嗰啲啦，咪而家打機嗰啲都係車類，啲賽車嗰啲有咩頭品？唔飲水會好啲啊！飲水佢攞唔到啲水咯，但係要好似可唔可以自己補？唔記得咯，冇。通常啲人玩機，一係玩音樂 game， 一係玩賽車 game 啊嘛，好多時啊嘛。諗下先，阿叔啊玩嗰啲騎馬咩？唔係騎馬，嗰啲賽馬機啦。真係有一隻真係你望到有啲馬仔喺度跑圓圈咁樣，零字咁樣轉噶嘛。我以前有啲咩三角字定三角段咧，真係要用啲真卡，真係要放喺嗰塊唔知叫咩感應器度。你推張卡向前咧，跟住前面個畫面咧，電視畫面咧，真係有啲兵推就前。咩原理？點解佢嗰塊嘢會知道你嗰張紙係乜嘢卡咁犀利？而家好似唔見咯。以前細個睇話點解咁神奇嘅？因為嗰個感應器會知呢張紙係乜嘢嚟嘅，直情。跟住佢真係向前嗰個電視望，望到哇好過癮啊！睇人玩咋，要有搭真卡你先玩到嗰部機。咁我冇玩啲卡，咪睇人玩就算。即係你睇其實唔係好明佢做緊咩，但係見到好得意咯。就係覺得個感應器咁犀利啊！我放張八達通，會唔會突然間有張八達通嘅士兵向前衝？出嚟救人先。救！哇，一齐奶病毒走啊！眼射炮，喷咗啲金宝绿水。咦，我冇奶，哦，佢冇喷落去度，所以冇奶。你唔好过嚟啊！你唔好过嚟啊！好、okay ，望望住解毒，望望，咦，系我冇中，可能佢上楼之前冇喷嗰条油。三角字大字，好似系啊，推牌仔咯。有玩過，我學技都唔識，至我冇買嗰啲卡，冇買，所以冇得玩。我睇人，即係有時經過望下人哋玩一陣咯，但係我唔係好知道，即係嗰啲誒啲卡牌你唔識，根本唔會識玩。你冇睇過嗰啲字咧，你一定玩唔到。哦，好亂。所以開心，但係發現咧，覺得呢隻遊戲嗰個感應點解會知啲卡？其他都冇乜特別啊！啲賽車嗰啲都係好要放一張軍師，跟住砌下武將。唔知點解咧，我喺附近咧會自己無端端
係咪因為圖騰記所以咁？跟住佢知道我喺邊咯。B B 嘅受傷，佢斬咗嗰個街牆咧，跟住我就嗌咗一聲咯。哦，技能佢啲技能嚟啊，咩好似有人冧低嚇親啊嘛，好似我好似想講嚇，好似係你見到個隊友咩？系啊，殺雞儆猴嗰啲，哇好驚啦！嗰啲俾人冧低咗，跟住有個喺樓上插緊傷。哇！殺手都喺樓上。係啊，見到。好似係有招諗嘅技啊嘛，有你有隊友冧低定唔知咩住，就你側邊啲友前嗌，好似係大致上噶。咁第二樣嘅技。仲有金寶綠水。水塔嗰度。哇！嗱，我又嗌咗下啦，殺雞儆猴。邊開緊一半啊？好。你掛到嗎？牛陀錶。衝啊！過緊嚟走先。開咗啦，即係嗰邊。哇！走先。佢翻咗去，翻咗去。飲水 ？Oh no！ 我幾多次咧？洗衣機。頂佢幾多個 ？KP 喺邊啊？哇！哦，走你嗰邊。你嗰邊開咗啦嘛？咁又係，我知你邊度開。曬雞頸頭。我彎浪，係啊，玩賽車，跟住啲人都係玩彎浪，咩洗？不知咩洗哦，知邊個洗衣機嗰音樂 game， 我知係講邊部嗰部音樂 game 喺度轉轉轉嗰、那個鬥地主，鬥嗰、那個鬥地主同嗰啲電話 Apps 鬥地主分別喺邊度？咩捉魚機咯？阿啲阿嬸啊阿嬸啊嗰啲唔使點用腦射魚射眼網啊算。究竟佢用咗咩機？彎浪六蚊，彎浪我好似一次都冇玩過，同埋自 D 嗰部就反而有玩過。洗衣機冇，洗衣機都唔識玩，你算數啦。啲音樂 game， 快啲走啊！走啊！舊叔走啊！翻面街場，街場鬥地主，永遠過唔到第三關 ，set 到極難，知啊！我都冇乜印象，咁反而因為啱啱出啲電話 game apps， 好似有玩過鬥地主。跟住之後冇玩過，唔記得啲 pair 牌嗰啲好少玩，本身喺度。對，係咪咩咩草草咩鬼？鬼記得咗咯，係草分。得一招仔。咩藍嗰只叫咩乜鬼鬥地主嗰 apps 玩過下，我極少玩啲 pair 牌類嘅嘢。噔噔噔噔。该制品已无法使用，嗰啲光盒嗰啲。人都會專登教光教暗，我望覺得冇乜意義，又封鬼咗。黃道好耐冇去，已經冇太遠對我嚟講。細個時就話去，而家大個都不玩呢啲，乜唔會去，好遠對我嚟講。而家有鐵，我覺得以前冇鐵嘅，唔知點樣坐巴，即係冇地鐵，唔知點樣坐巴士去添咯。而家有地鐵方便咗啲啦。
咁长。巨伤。似嘅，似嘅。碌下个 Facebook 有咩特别事发生先？叱咤，汽水声。警方已成武纪律部队。葵芳地铁站，哇，好危险喎！嗰啲人今日去嘈太古嘈葵芳。我見有人口罩都冇過，噔噔噔噔噔，眼耳眼環耳眼環眼，七航空業工會呼籲停止行動，你話咩？呼籲咩？一齊罷工添，表示我們做對了。林鄭變流動紅證，警方六七月共用848粒百枚催淚彈，728已經佔了408粒。這個呢，一小時前，我現在覺得 Facebook 呢很煩，他排那些東西不是順時間排，有時不知道排最頂的是什麼昨日什麼多點，然後碌多幾個才是什麼一兩小時前。亂咁排，教乜最新消息都係亂咁排，都唔順序。睇得好，睇完以為新聞一頂幾個鐘頭前唔係新聞。好啦，而家呢間會係咪都照爆炸拆咗？佢會爆一下咯，即係拆咗當爆炸，會衝過咗近。屈頂，夾佬。哇，咁 M 真係好 MK 噶，戴住金鏈紅鏟鏟鏟地紅紅地頭髮，有時彈翻兩三日前鋪係啊會啊咩昨日咯最興，即係唔係順序 ，IG 都有時係咁 ，IG 但係少啲，因為一啖啖都係同一間噶嘛 ，IG 同 Facebook。我不明白他什麼意思，經常逼你看幾天前的照片，我就是想看什 麼幾分鐘前那些，他都是出什麼昨日。我以前好像容易一點排，我記得我以前 Facebook 有試過將人排什麼，這個是什麼，排這個是什麼，然後改過幾次版呢，沒有了這些功能好像。還有人們開始玩 IG 不理 Facebook，太煩了，太多，一齊 Facebook 好鬼複雜，同埋入邊勁多層，好多樣嘢揀。跟住啲人冇諗住玩到咁啲，睇下嘢咪轉 IG 睇圖啊，算。IG 簡單啲啊，其實入邊冇咁多設定。Facebook 勁鬼多，而家同 YouTube 一樣，自己睇到自己想睇嘢。YouTube 都好啲 ，YouTube 都未太差 YouTube。YouTube 都仲起碼跟時間排先，啲廣告啲另計啊！你訂閱咗嗰啲，你撳咩訂，即左邊唔知叫訂閱端端乜嘢咧，佢都係跟翻時間，即越高嗰啲係越最近先 upload 啊！開季係咪有咩啊？有又話即 Facebook 都跌咗少咗嘢。哎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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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救咗佢先，你坐低住先，争咁多人。你救咗佢先，小心有夹喎。我望嗰啲夹黐唔黐色嘅。去翻你嗰度后面。啊！大追我，追我，追我，追我！你坐低住先。同埋佢嗰個正機圖騰應該係得一兩粒嗰啲嚟，好少 QTE。救唔到你咯。咁咧？嚇？喂，唔好救啦喂！救唔到你。我救唔到你。應該你畢咗喎，應該你畢咗。救唔到你。哇！想救我都唔使咁嘅，出耳風。地咩樂家公園破產倒閉，租客拿不到退款，好夾！唉，又追我啦！嘥咗塊板，總之唔撚落啊！屌佢老母！啲樂家公園又睇黐線啊！跟住今日睇啦，蘋果唔係有線新聞，前幾日睇嗰啲搞笑三木九去嗰啲 Facebook 鋪面度。有事都講，其實而家中國嗰啲連嗰啲騙子都係假噶，唔係真係騙子，嗰啲騙子都係政府揾人辦公司咁樣掠你哋水啊！嗰啲騙子都係假噶，而家中國連騙子都係假噶，好黐線，避開咗，照做。連啲騙子都係假噶，都係回翻去中國咩回？你嗰個送終其實其中一招回血劍，出送終嘅時候係冇錢。被美國打到窮，跟住要出回血劍，拉你班人翻去轉啲錢俾中國啊嘛，罰你呢樣罰你嗰樣，不頂。之前都有一次啦，好似唔係第一次，唔係中國唔係第一次啲大規模咁樣困水啊，咩貨虛擬貨幣定唔知乜鬼嘢啊嘛，好似試過一次。即係啲人上街，跟住俾即係啲公安又拉翻呢啲上街嘅人，佢冇拉嗰個呃人錢嗰條友，係同而家香港一樣咯，梗係唔會俾人拉啦，根本就係政府派去呃你錢嘅專登，點會拉？即係好似嗰啲白衫嗰堆黑社會封建幫一樣，梗係唔會拉啦，自己人嚟。以前話咩只有騙子係真，而家撈埋，而家連騙子都係假啊！最近機要做起步，放誒三文機，係啊，護駕護旗手嘛，係啊，係啊，嗰樂一頂，嗰個咩樂家就係講緊嗰堆護旗手，哇頂，咁過咗嚟，哇佢咪有護旗，哦拆爛咗嘅夾。嗰啲護旗手，你是護旗手係咪？跟住護旗完，跟住即刻俾人咩屋都冇。都幾好笑，都幾好笑。護旗完咩？夠一排就咩屋都冇埋啊嘛！我馬到工程啫嘛。呢啲咁愛國咩？你有睇咩 Lee Show 嗰度講咧？咪有個中國人嚟香港買星巴克飲咧，跟住個星咪你有冇買星巴克？星巴克咧通常問，通常啊，佢會問你咩姓乜，跟住會寫啲嘢喺只杯仔度，佢嗰只杯度噶嘛。跟住有個嗰啲香港人好寫咩親咩親民主試過好東西，
跟住之後嗰個人喺度投訴啊嘛，嗰條友up上微博，由 iPhone 發出話咩咩話香港嗰啲星巴克亂咁加料俾佢，好不滿，表示不滿。跟住睇完好笑咁樣，又用 iPhone， 又飲星巴克。仲有少少。咩口咩口口說愛國，人在愛國啊嘛，離岸愛國黨係咪嗰啲？咩咩知名澳洲讀書，跟住咩嘈嘈嗰啲香港學生整連農場定唔知咩？離岸愛國黨嗰個啊，最遠嗰個門口。哇！你喺我後面嘅喂，我靠後面。靜止衝擊，原來你喺後面嘅。靜止衝擊，咁啊大大力咁咧，哇！頂窒咗下。見我唔到，見我唔到，見我唔到，見我唔到。屌，撲街爭少少。愛上爭一點，老母一點都不能少。喂，開埋呢邊啦，唔該啦。一點都不能少。我少個老寶，唉，定未見到？哎，雜種來了，我走先。雜種來了，我走先。乜嘢 S？ 我翻喺你度。哇！唉，硬係要俾人斬咗一刀先夠。衝啊！衝啊！衝啊！好，唔好教我住，唔好教我住，谂住开门，睇唔到啦，上嚟上嚟上嚟，诶，叫翻头先嗰个，哇，好扑街咯，屌，走啊，走啊，左仔有几多啊？走啦，第三次挂啦，冇啦，扑街场嚟呢个。街場咪撚你啊！屌，雷鳩佢 ！Starfruit 用 iPhone 咩咩？我愛華為係咪啊？此電咩此信號咩由 iPhone 發出嗰啲係咪？屌你！走啊啦！貓啊啦！咩咩支持華為啊？嗰、那個我好似差唔多半年前係咪？記得咁上下。支持華為嘅咩嗰啲，跟住全部由 iPhone 發出嘅，好吹啦！翻下嚟播一首，死啊！呢條街場，抵啊！走啊啦！走啊！只用華為啊！用咗啲咩啊？咩係咪有咩紅木系統定咩？好似我以上個星期嚟睄過下，係咪遲啲有新系統？唔使用咩美國的安卓定乜嘢啊 ？Google 谷歌的安卓系統用紅木，用紅佢個咩紅木？好似俾人話咩啊嘛？佢其實唔係一個真正嘅系統。是類似小米那些什麼 MIUI 啊，即是它不是自家系統咯，只不過是又抄其他人，抄其他中國牌子，又抄上抄很多啊，抄完人家又再抄回你，即是第三家抄到很混亂，你又走回去告人第三家那些，即是自己其實都是抄的，抄上抄才有結果，改啲咩黐線嘢，咩抄外國，跟住有第二間中國公司抄翻你依個抄人哋嘅嘢啊嘛，已經咪好混，媽好混亂啦。你做咩錯誤無法連接到主機，請重試。小米玩到咩出鋪出有嗰啲獨立鋪頭。咩？即係佢有嗰啲咩吸嗰啲係咪咩家用咩吸塵機定乜鬼啊？咩抽氣扇定唔知咩空氣淨化機嗰啲嘛？我見到有咩旺角嗰度勁大間，勁似蘋果啊！你望一望嗰啲，你一睇一知抄蘋果嗰啲咧，即係佢好似咩玩都有其他咩風扇嗰啲啊嘛。小米唔係淨係得電話，有其他啲電器。
咩嚟噶？有條 link， 華為就好似冇玩到咁癲，一出埋家電，華為係啦，都係抄嚟抄去啊，都係即係嗰啲睇電視嗰啲盒咧。那些叫什麼盒子，那些什麼盒子不是扮不是 Android， 其實一看就知道盒是 Android 那些，你都是拿 Android 做個版這樣弄的，很多都是沒有啦，現在就沒有那些什麼盒啦，那些時最初難我記得那個盒是拿來看什麼 看黃維基那個不知道什麼知咩台噶嘛？嗰陣時要 down 過佢個 apps 咁先睇到噶嘛？唔係一定要 down 個 apps， 或者你上網上嗰條 link 咁樣先睇到噶嘛？叫咩咧嗰時？仲有冇播 HKTV？ 唔係好記得名 ，HKTV 好似係專登 down 個 apps， 佢先有嗰扎盒仔啫嘛。嗰扎盒仔係即係 Android 咩？可以裝個 app 落嗰個盒聲盒度，咁咪可以睇到黃維基個台啊！嗰陣時。方便啲嘅話，如果你可以，你咪整多部電腦齋播去個台，你可以唔識。但係嗰時啲人覺得好煩，電總之佢睇電視睇唔到就唔睇。好似嗰啲咩同嗰咩高清收音機一樣，啲人都冇嗰部機唔會聽噶，一係用電腦先聽到。執咗啊咩嗰個咩？唔知咩收音機，原本俾咗牌，跟住還翻個牌俾政府啊，佢賺唔到錢。做嚟嘥，數碼相機係啊係啊，有 mon 睇嘢噶嘛 ，mon 仔咯。總之係要嗰真係專登買部新儀器先睇到嘅，一係電腦，一係總之電腦係萬能嘅，一係電腦，一係就一定要買嗰部唔知咩機先可以喺街度聽。好仔，自己聽唔清楚。係啊 ，D 一百係啊，即係賺唔到錢，要還翻個牌俾政府啊嘛。得佢一個台，啲人都冇嗰部機，通常。通常都是揸車嗰班人聽嘅啫，老老實實。小巴佬，係啊，聽即係揸車，即係眼唔得閒，耳好得閒嗰啲人聽嘅啫。如果眼都得閒，就睇電視或者睇其他嘢。咁嗰陣人唔會專登買部機齋聽你一個台噶嘛，好似得佢一個台啫嘛。咁啲人冇嗰部機，咪唔會聽你，唔會聽你又冇人落廣告冇錢嘅，邊有人聽？人得即用電腦嗰啲九成係唔係一定唔係揸緊車啦，用電腦啲用電腦睇，即係眼得閒嗰啲應該都唔會開你個台，因為睇其他係走去睇 YouTube 啊，去睇 DisAV 啊算數 ，BBC 係啊，哇！我都冇聽過，我連電腦嗰啲 link 上去聽，我都好似冇聽過。嗰部機更加冇，好似都唔平啊！嗰部機唔係嗰啲咩阿，唔係買嗰啲阿叔嗰啲收機嗰啲價錢，好似二嚿水咁樣跳啊嘛，唔知嚿幾兩嚿咁樣啊！唔係啲垃圾收機，買會出面嗰啲。揸車嗰啲就聽收音機，聽下啲交通消息都幾過癮嘅。咩啲咩考高開始嗰啲，聽收音機。嗰啲工廠都會聽嘅，工廠都會開收音機。嗰啲手要係咁做嘢，但係隻耳仔好得閒嗰啲。咩疑似保安，終於上救護車走咗，哇走到耶 go， 玩咗兩個鐘先上到車啦，喂唔止兩個鐘啦，佢一好似六點零俾人夾圍住喐唔到，跟住我開台前我仲喺度睇緊，好似喐緊啦，推緊，但係好大啊個機場，喐個少少啊，喐下又停下，喐下又停下，跟住又嘈一輪啦，嘈咧周圍啲人嘈一輪先。跟住又停下，啲停幾個字咁樣，終於出到去出面。
出翻去嗰啲手推車停泊位嗰個巴士站，唔知叫做扮死咁嘈都咩？啲話咩咩除佢只鞋啊嘛，咩除佢只鞋鏈話睇下寫唔寫啊嘛。我見啲人喺度講話咩扮雲定啲點？瞓咗三個鐘，不過都瞓都圍喐去，又俾人撞嚟撞去，都好難瞓得到。台灣人 ，EW， 可能聽日黑警四點鐘又會講呢單咩咩？尋日咩發現咩好多示威者咩阻塞？左室咧，機場又呢又路嗰啲咧，仲有一名咩中國嘅遊客又點點點點點點嗰啲，更加有咩更加有咩示威者疑似想走出咧機場跑道咁嗰啲黐線嘢咧，會唔會講呢本？即係疑似有人想走出機場跑道啊嘛，想放曬嗰啲氧氣啊嘛，唔係對咩機組人員咧造成咩致命性影響嗰啲，我喺度咩強烈建議。得強烈譴責並呼籲咩市民唔好再做出異常行為，係咪啊？嗰啲咧類似講呢啲咁嘅嘢，即係啱啱落去搞嘅，你係咪勾呢個？話有遊客被打係咯，一定聽日一定講類似啲啦，咩咩叫你哋唔好再撳嗰啲，應該都講類似，話仲鬥緊個個位。哇！為咗邊乜係突出咗嚟？我幫個人咋，我受傷。衝落嚟先。誒、欸？走啊！誒、欸，應該離開咗呢個唔知叫咩祭壇定唔知乜嘢地方。哇！有冇翻來啊？走先，誒佢追我，佢追翻頭先佢原本第一個目標，好意思。做咩？除咗個遊客，做啲咩特別事咧？今晚都冇啦。今日上晝問阿林鄭幾時死，跟住。今日嘅咩嗰個林777報咩記者會，重點就係咩？好多咩好多市民問你幾時死，係完。好多市民問你幾時死啊？咪講人話啦。哇頂！差啲俾抌到。邊位嘅？喺塊板後邊啊！喺塊板後邊要。個死人幣，係咪等咩電競節買嗰支？好快啊！唔好亂跑啊！冇個聲，我 cap 低個麥。得等多半個月左右買個支咯。閃電會出事，知啊！睇四點鐘講咩啦，啲人不過都係睇翻節目核算，我都唔係好想再睇，都係講緊無謂嘢。咪頂多睇下啲記者問佢啲咩嗰啲抽情佢嗰啲嘢嘅啫，都係睇記者。重點係記者問佢啲問題，佢講緊廢話咩？聽唔聽到？
跟住睇佢開始又屈啲咩啊！我話我估佢聽日會屈咩有咩，佢會話咩有咩小學生想衝出跑道咁嗰啲咧，唔知咩揾到啲鬼鼠路跑落跑道啊嘛！你次次都屈啲奇怪嘢噶啦～解機有強力解機好似一頂被見到哦祝福救人先哇追死我哦中了這一隻哇殺緊埋嚟咦跌咗有個窿跌咗落去哎呀这个墙出面都有些骷髅骨的刚才看到其实有些骷髅骨在这里什么去回其他位置够大路添啦这里啊突击位真的不够你啊哇我马的工程都不等够你了哎机制趕人挖啦！巨龍係咪唔使再用黃大仙人形態啦？呢幾日唔使再做黃大仙人形態。我俾你講埋呢個先，講埋。做翻工夠，夜晚啲人都係夜晚咩激戰㗎，我見。係唔難啊？林靜一步算數喺度，呢個大師。哇！喐都冇喐到，翻工夠模式。啊！啲股都好啲啊！
究竟十月一號前會唔會有啲咩進展，定係咩？十月一號之後繼續落去面啊嘛！七廿週年，我唔理嘅話，即係七咩九八週年就招你，即係咩？但十月一號機場好多黑警清場，趕人走啊！我嗰部好差唔多，你會你應該喺設備屋嗰度啦。設備屋，你驚嘅話，設備屋嗰部，再一部睇下先。死啦！我見到一部，會唔會咩又係嗰啲咩黑警辦都唔知咯？依家仲總之都係入佢哋數啊！其實佢哋用呢個咩用扮示威者拉示威者嘅方法係有啲傻，拉到人，但係冇佢之前嗰啲嘢俾人一鋪清袋啦，再一鋪清袋。以後啲人都會話咩？你係你放火啊嘛，會話咩掉警柱嗰啲，全部入佢哋數。嗱，贏咗場交係咪？輸咗個躲咯，再輸咗個躲。嗱，你咩？俾人知都冇咩人影到啊嘛，俾人影到曬。有咪有打人趕係趕人走嗰、那個咩公安都唔知啊！呢兩個鐘我臨尾睇個公安推人推緊，俾人咩俾人圍。我看到啲人開嚟一邊，有冇趕埋啲遊客走？死啦！翻回出去，攞爛台，而家撞擊緊係咪？死！升天，玩多場啦，玩多場就差唔多。哇！好似開咗一邊門，個殺手就開唔到另一邊。冇咪，咁你頭先仲講到你拉咗條線就壞咗，幾個字詞都仲唔正常。好嬲嘅咩？嬲你拉住條線扯斷咗，突然之間，支咪插極都冇聲，算啦，換過去。呢啲都冇得搞嘅，啲條線咁幼，嗰啲都係換過去，就係咁。下次買嗰咩買無線嗰啲，咁咪冇咁易壞，最多壞嚿電啊。插 USB 咯。知啊，差不多有線插你甩，喐嚟喐去啊，扯得多始終都係有問題。你嗰啲咩連耳機連麥嗰種嗰一支麥，嗰啲咪喐嚟喐去會好容易壞啊？又咩又聲又乜又插，哪有錢？咪有翻工咩？嗰啲耳機嗰啲。好平，一千內啫喎，好似都三點轉 USB 嗰啲，翻工唔想俾錢買，平有平買啫，攞嚟你咪求其嗰啲兩嚿水有啦，如果平最雞嗰啲兩嚿水內都有找咯。
但邊度可以扮智慧翻嚟？都冇啊！電腦嗰啲，電腦嗰啲好似真係要係電腦嗰啲咪有啲咩卡拉 OK 嗰啲好似唔得，嗰啲插唔到落去。好平啦，係咪$200咪有翻工？或者一日人工都搞掂啦，係咪？買啲平嗰啲咯。我見好多啊，根本勁多，唔知一兩$100已經好多，勁多款，多到你唔知揀邊支好。300多平。元朗恐怖襲擊至今未有人被起訴，加冇啊嘛，自己人嚟啊嘛。機場一名警員落單並被示威者圍毆，曾經一度舉起左輪手槍。哇！好黐線，6分鐘前。攞起啲左輪手槍，一副圖。公威辦示威者叫人衝，嚇到示威者即時殺穿。哦，公即係又扮示威者叫人衝，跟住俾人撳低。你大陸都冇好日子喎，亡國指日可待。話唔多，警察入曬去機場。護送嗰、那個又護送自己人，啱睇。係啊，胡耀湘咪話同嗰個咩中國騙子都係假，其實都係政府派人掠你哋啲錢送翻俾政府中國政府啫嘛。所以你唔嗰扎人咪即係嗰啲真係受害者咪走去投訴去電鋸佬，走去咩上咩嗰啲叫咩上訪定咩唔知咩上訪，跟住嗰啲人俾人告啊嘛。話咩尋人滋事嗰啲啊嘛，佢即係話俾你聽咩咧？佢而家就擺到明，我係而家政府就係扮啲社企，擺明係掠你哋錢咁樣咧。政府冇錢啊嘛，嗱，佢而家就係做扮唔係政府咁樣掠你錢，用呢個方法。佢遲啲再惡死啲，就夾硬搶啊，好似咩前共產黨咁夾硬搶咁樣。打劫你咪打劫你咯，國家要錢啊嘛，佢而家都夠膽做到咁洋，話明話擺明係共產黨壓你，而家都係扮揾人扮社企呃你哋錢，送翻去國家，遲啲又唔知啊，即係嗰啲咩毒奶粉全部都係啦，幾離譜咩？咩你去告人，跟住你俾人拉翻。哇！幻影嘅，哇！中間部機好危險，撐開始，又流血，即係剝到人個頭，送同護送嗱嗱一樣，係啊。警黑合作。咩搏人？佢係搏人定咩？我淨係見到幅圖，咩拎住支左輪槍，真係鐵頭子彈，即係會背脊出翻，後面出翻嗰啲嘢。啊！擺上，我睇下新聞度。好多鬼啊！咩嗰啲咩福，其實咩福建幫已經咩已經佢擺到明，我就係咩派真係揾啲中國人過嚟玩嘢。佢而家扮係扮平民，即係扮關中國事，扮啲遊客咁樣過嚟。同埋個網嗰度真係好多五毛啊！即係一段時間你睇得出真係，哇！頂咁多五毛啊，無啦啦。
排少啲，上多半個月到啦，真係哇好鬼多，勁多五毛啊，多到傻啊！即係同你當同香港嗰啲樓一半一半咁滯啊，嗰、那個比例，你平時可能你當八二一，嗰排哇真係波，你見到嗰啲簡體字，有啲啊有時有幾粒係繁體字，但係都係有啲人唔到手用翻簡體字，咪睇得出。嗰排話咩咩幫佢哋報名做咩咩當兵嗰段時間啊，呢排好似少啲，冇啦，冇咁多。看板子啊！上，阿兵。冲！冲一次，哇！即冲过嚟先，哇顶！偷出边，哇！真系兔仔啊！呢个 skin 过瘾。嗰、那個褲袋又夾住嗰啲真兔仔，哇！先夠硬啊，睇諗啊！緊劇咪，冇本事，個街場整定到。西國無雙，二次元斬，嗰啲跨咗木板都鋸得中嗰啲，你聞水呢個位整，呢個位冇血睇，極危險喺部發電機度。啊，好似見到，好見到。哇頂爬唔到，乜鬼？
全齐勾，啪！升天，我一搭配。呢场鱼都收了。受傷腦，啊！跑其他位，哦，大家都係走呢邊。另一個發電機位，係入到孤島。哇哇哇！哎呀，走狗路！兔仔，好，聽日再玩一個。識天，好啦，開狗路，玩睇下咩畫面先。哦，冇得見到。啊，又冇啦。打頭嘅條友，打人。好啦，啊，死咗。啊，聽日再玩過。拜拜。好，聽日九點繼續玩地圖，十點繼續 DVD。好，我去睇新聞，拜拜。